由台湾本土大厂辉业所推出，本款的抓捏滚轮具有独家专利机芯结构，可针对肩颈肌肉群同步按压，能更有效率地缓解酸痛。若追求强劲按摩力道，或平常属于久坐久站一族，长期累积的肩颈僵硬问题难免造成不适，而此商品应能满足强力按摩的需求。材质部分采用科技皮革，散热快且透气性佳，另外具备15分钟自动定时功能，若不小心睡着也无需担心按太久或加热过度。加上其力度、方向、温度等功能可以自行调整，面板操作且简单易懂，家中长辈想要使用也没有问题。市面上不少按摩器都会主张仿真人揉捏手技，而知名品牌 TAK 也推出的这款肩颈按摩器，在这方面的表现可称得上数一数二。其按摩装置采用四颗立体滚轮，再搭配二颗深层按摩球，不仅体感更贴近真实指压，更能有助于缓解肌肉深处疲劳。且肩颈之外也适用于手臂、腰背及大小腿等容易酸痛的部位，全身皆可得到放松效果。另外，福袋部分由超纤皮革材质组成，让整体更具耐用性，按摩处则是可拆式透气网布，不易滋生异味之余，日常清洗或保养也很方便，即使和家人一起使用也能长保卫生。若喜欢带有温热感的按摩功能，不妨参考日本品牌 Amatara 这款商品，其设计多达12个按摩头，可完整覆盖肩颈区域，给予穴道全方位的呵护，而热敷温度恒定40到45度，充足的热度有助于舒缓疗愈，推荐给想要尽情享受温暖按压的人。其按摩方式则采用低频脉冲技术，可深层按摩肌肉酸痛点，使肩颈到深度放松。另外还提供四种按摩模式及15档强度，对应不同使用情境，例如日常保养、落枕缓解、颈椎舒缓等状况，对于压力大的现代人来说设想相当贴心。身为网购平台的热销款式，这款按摩器最为人称道的是背带设计，不仅完美贴合身体曲线，还具备隐藏式加长背带，加强固定性。在无线使用的状态下，不必担忧按摩器移位或脱落，免手持设计也增加了便利性，即使边做其他事也能惬意享受肩颈按摩。此外，重量约 1.6 千克的机身在肩挂式按摩器中属于轻巧款，能降低穿戴的沉重感。至于按压表现也不马虎，内建四颗发热按摩球可深入按捏，有效缓解僵硬肌群。另值得一提的是，本品与同类型的品项相比，价格相对平时亲切，也让本品成为高 CP 值的产品。在各大论坛广受好评的这款人气商品，可透过智慧型手机连接操作，并根据个人喜好调整揉捏力道、速度及方向等设定，且 APP 中还能刻制专属按摩模式，舒适放松之余，精准度也更上一层楼，对无在意按摩是否到位的使用者来说，想必是令人心满意足的绝佳功能。而设计细节同样颇具巧思，符合人体力学的肩挂背带便于施力，可无线使用也能轻松调整想要按压的部位。另外，机能的完备性也值得赞赏，例如三段式自动定时、二种自动按摩程式、加热舒缓等性能样样具备。综合以上特点，若想寻找一款完美应对各种使用需求的按摩器，相信此款商品不会让各位失望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